三头犬这辈子都没想到能和三个美女一起泡温泉。奎娜解决完孙子那边的事后，乘坐马车返回了菲尔凯龙。回来后的奎娜也没什么事可做，于是又来到了冒险者工会，找找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任务。委托墙上一如既往满满都是委托书，奎娜点兵点将随机选了个委托，是获取食材角熊肉的任务。把委托书交给管理员盖章后，奎娜就离开工会准备去做任务。可刚走出工会，奎娜就遇到了正在找自己的白毛。原来粉毛为了离家出走，想和奎娜一起行动，于是两人跟随奎娜一起来到了城外。ねえみんな、ちょっとどうしてくれるかな？早く通って。很快到了晚上，三人在篝火旁吃起了晚餐。可白毛和粉毛看着奎娜身后的三头犬，由于过于害怕，久久不敢吃东西。这时三头犬却给两女抛了个媚眼，两女这才放心的吃了起来。奎娜吃饱后使用魔法开了个温泉，于是三女和狗狗一起泡起了露天温泉。